我绝对不会恋战，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纷扰，我愿意为这样的纷扰来道歉。高虹安市长遭到检方以贪污治罪条例来起诉，开会之后也决议是暂停党权。我绝对不会恋战，绝对不会恋战。政务官本来就该负政务官的责任，我完全的不会回避。所有的鸡蛋的专案进口政策是正确的，效益是高于成本的，但是因为这样的许多的抹黑、造谣，甚至许多的不实的攻击，造成农业部同仁的这一个压力，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纷扰，我愿意为这样的纷扰来道歉。好，谢谢。我们已经要求中央畜产会以及农业部提供完整进口蛋品流向的资料，如果今天还没有让我们拿到完整进口蛋品流向的资料，我们就会依照食安法该开法就开法。高虹安市长呢，他在过去立委时期的一个助理费的争议，那遭到检方以贪污治罪条例来起诉。民众党中央评议委员会经过主动的调查还有厘清之后，在昨天的开会之后也决议是暂停党权的。主席这边的态度也是跟过去一样，就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还是在这个司法的程序上面是支持高虹安市长提出有利他的证据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的。针对112年下半年度的电价的一个这个汇率哈，我们是决定哈这个维持哈我们这次电价不调整。我们针对百货公司、电影院、健身房、餐饮，那这个餐饮排除了这个食品跟摊贩集中市场的部分，就取消冻涨。